莎伊拉·古利巴和特哈子，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从事这个幼儿事业已经5年了。这是我带的班级中一班，我们班的主题风格是太空风。这是我们和孩子一起做的吊牌，看，这是我们班孩子的美术作品，在教师节的时候孩子们为老师做的。我们做的是我们创编的足球操，我们的足球操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来进行的编排。我们的武术和太极也是由专门的武术教练给我们教授的，我们再教给孩子们。喜欢的一项活动每次文化课上我们小朋友都玩得特别的开心，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乐趣还能锻炼他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午餐时刻到了今天呢，小朋友们的午餐是牛排抓饭、牛奶燕麦粥。我们食堂的阿姨们呢，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给小朋友们做着可口又营养的饭菜。孩子们一个欢乐的海洋，像我们孩子们在户外玩的这些大型的玩具都是国家给我们免费提供的。我们去看看那边小朋友，